我们非常注重顾客在店买东西的体验，所以我们在设计和摆设方面专为女性或一家人而设，环境保持干净，让顾客购买时买得开心和舒适。我是 Dave， Toong Star 的创办人。我接触五金行业从我家人开始，直到我21岁的那一年，我创办了现在的 Toong Star 五金店。Toong Star 从创办到至今已经10年了，目前有3间分行，超过10000样的产品，提供一站式的高端家庭五金和工具。我们的宗旨呢，就是让顾客用最低的价钱买到高端和品牌产品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提供上门服务，这是很多传统五金店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们有很多回头顾客喜欢和我们买，是因为我们有 member point 和 voucher， 只要他们注册成为会员，在 apps redeem 分数和 voucher 就有回扣了。无论是 online 还是店面卖的产品，全部都提供warranty 3个月至2年，只要注册成为会员，我们就可以从系统找到顾客购买过的东西，这样就不需要怕 receipt 不见。除了店面，顾客在 online store 买的产品，我们也会在24小时以内出货，顾客也会在1-2天收到，甚至有些是当天收到，让顾客买的安心呢，用的安心，这是我们对顾客的承诺。以现在市场的趋势，我们早在几年前做好准备，提供 online 和 offline 买卖的服务。我觉得把生意带上 online 是必然的，因为这样你才知道线上好卖的产品是什么，店面好卖的产品是什么。有些产品在店面好卖， online 不一定好卖。直到了我们做 online， 我们才知道 online 和 offline 好卖的产品是什么。除此之外，把生意做到 online 和 offline 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 sales 的管道，对我们做批发和零售有很大的帮助。用了 Dynamo， 我们可以 one click 上传我们的产品到 Lazada 和 Shopee Store， 同时来管理和安排我们的 sales inventory。尤其是每天的 sales 从 Lazada 或 Shopee 来，我们的同事呢直接就在 Dynamo 下载订单，交给 Picker 和 Burger 来处理我们的单。我们从第一间开始就用 SMART-ACC 的产品，直到现在10年都没有换过，因为他们系统提供了很多方便和 flexible， 不需要太多 customize， 界面也不需要换太多东西。当我需要看一个报告或者找一个产品，系统就很快速地帮助我找到我想找的资料，而且他们的服务都很好，甚至在周末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们也赶紧帮我处理。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系统符合开很多间分行，外面的系统呢有些只可以开到1间或2间就不能自助了，甚至开第2间就不能了，要买过新的很麻烦。可是 SMART-ACC 的产品呢让我用得安心，而且他们一直在更新功能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开很多间分行，但是我都开了2间，我用到很方便，管理资源，管理 sales，这个系统帮助了我很多，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人工处理。未来我希望可以把 Toong Star 五金店做到每个州即使有1间分行。如果要用，就要用最安全和好的产品。 Toong Star Bayamura Untuk Quality。